我每次都要煮一些东西，我其实不太会煮，然后他也不太会。哦，刚刚是打蚊子吗？对。今天要煮的就是韩式的过年料理，就是杂菜韩式冬粉。那今天准备的东西，得得得得得得。因为要一直翻，所以我来帮你翻一下。好啊，要不然温度很高，它有点焦。可以。对，我表哥也很会唱歌，因为今天要漂亮，所以一个一个炒。但如果懒人炒，就是可以全部都放一起炒。我就是很喜欢不亮，然后随便倒，因为妈妈都是这样煮菜的。哎，是因为妈妈她有那个经验。对，那个是妈妈。我就想要练那个手感。你现在不是经验，你现在是体验。体验，真的。耶，好像可以哦。有哎，有模有样。哈哈哈，是不是？而且也很香哎，蛮香的。这冬粉也是熟的刚好，哎，就没有到太胖胖松松。没有吃完是不合胃口。没有，我吃比较对不合胃口。韩国过年有在发压岁钱吗？会，就是不是红包是白包，就是这个比较不一样，包装是白色或者是漂亮的信封袋这样子。我其实年纪应该也要开始包红包，但是。去年年底其实是蛮可怕的，所以好像也没能包。今年希望可以包大包给姑姑，然后不给你们了。